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不奇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32集的节目。做开箱影片以来呢，除了跟同好们做交流啊，一般呢大家都是说我推坑大家，但是偶尔呢我也会被大家推坑啊。前几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一款广飞配色的 Megatron 之后呢，我突然对这个系列呢有了高度的兴趣，那我去 focus 了一下呢，发现这款热连结呢，似乎呢是非常值得一入的啊。首先呢，它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同模重图小队 ，Seek 小队里头的其中一员，再来它的配色紫色，还有一个渐层的效果，感觉还挺炫的。那么这一款的价格呢，在目前的这几款网飞的这个配色里头，它应该是属于价格比较高的啊。Megatron 的价格就显得低了一点，那没有办法啊，就已经被推坑了，就把它给入了。那么呢，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头雕啊，非常可恶的一个头雕啊，怎么说个可恶个头雕呢？这个是之前的话，最开始呢，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基础模具啊，这个 Starscream 呢，它是一个非常坚毅啊，嘴唇紧闭的一个版本。那如果说呢，你只出这个版本呢，也就算了啊。它之后的话呢，推出了一个这个 Thundercracker。Thundercracker 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脸奸笑的一个脸啊，这两个家伙的一个脸的一个头雕明显是要做一个互换啊。但这一次的这个热连结的话呢，它就更夸张了啊。热连结这个嘴型呢，又跟这个家伙呢又是不一样啊，他嘴巴歪的方向还不同。那非常非常非常之可恶的是他实际上玩具做的一个面雕的话呢又是不太一样哦，这个嘴唇歪的方向也不太对啊。我只能说呢，这个你们头雕跟这个和会师都故意做成不一样还是怎么样。我们来看到玩具的本体啊，先对比一下其他七个小队。我手边的话呢只有入了这几款，那么除了最标志的一个 Starscream 之外呢，这一款红翼呢也是一个属于限定版。那红翼的一个嘴型的话呢也是属于一个奸笑的一个版本。那后面的话呢，这一款目前是价格应该是在台湾来看吧，应该目前这款好像是最低的吧，这款 Thundercracker。 那可是 Thundercracker 的一个做工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变形来讲是比较好的啊，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再来的话呢，只是前一阵子呢价格涨到最高的这一款 Skywarp 啊，它的一个数量呢非常的稀少。不过最近的话呢，应该有一个这两个家伙的一个组合的一个套餐，那里头的头雕有没有照这样子的一个分配，其实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啊，因为这两款我都已经单出就拥有了，就没有特别的去 follow 这一款。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把目光呢放到这个中间的这款 Hard Link 热连结，它附带了这两个家伙，但是这两个家伙呢，网络上呢目前我查不到它的资料啊。那问了我的好朋友中荒影月兄呢，他也不是很清楚啊，他对变形金刚的知识呢已经是非常的丰富了，他说这可能是原创的两个角色吧啊。那我们就直接的把它给拿下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首先的话呢，他们可以变形成这个手上的武器，那两者的变形都是一样的，有附带这个喷火的一个特效键。那变形的结构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了 原则上就是把身体呢给往后面凹就可以了啊。这个部分我们稍微的把它往前面折下来，这个部件往后翻，这个呢就完成了他们的一个变形啊。原则上来说呢，除了胸口这个凸呢是比较碍眼之外呢，我造型来讲的话，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那两者的变形呢完全一样，我们就快速的呢将它们变形成两个这一个机器人啊，这个前面推一下。那关节的紧实度的话呢，我觉得是很快就松了，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两者。OK， 造型的话呢好像也都是一样，只有这个眼镜的一个涂装呢不太相同。那以面雕的话，好像这一款的话呢是比较铁灰色，另外一个的话是稍微的一个银灰色一点点，那大小比例也就如此这般了啊。那么它的这个武器的这个特效键的话呢，你一样呢是可以把它安置在这个侧边的啊，你要想要这样子做一个手部发射一个子弹，效果完全也是可以重现的。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啊，其实呢我们就是来看它的配色了啊。那初拿到的时候呢，我还以为就是非常像这个最近非常火爆的这鬼灭之刃里头的这个蝴蝶忍的配色，但是有网友给我留言，这个更像黑死魔的配色吧，这么一说呢还真的是很像啊。 OK， 魔王军的架势还是很强的。那么它的一个眼部的话呢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红色的透明件，但是呢透光的效果呢并不是非常的好，也脸部的话呢是涂上白色的漆，但是我这一款的话呢可以看到侧边来讲的话呢，漆面上的只是一般般，并没有特别的漂亮。那么身上的这个紫色的话呢都是有一些渐层的啊，而且加上黑还有深紫跟一个粉紫色的一个配色，本身的黑的话呢也是有一点点这种珠光的一个感觉。
我是个人是还蛮喜欢的，而且自带一个，你有没有感觉其实它有点自带消光的效果，除了少部分几片啊，像这个地方就完全是黑色的塑胶之外，它大部分的地方呢质感的呈现度呢还是比较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头部呢是一个球形关节，手臂的话呢是可以做一个平举，360度的转动呢是完全是可以实现的，额头肌也可以转动，变形的需要呢手肘的话呢是一个双动关节，拳头也是可以转动的啊。如果呢它是肩上的这个奶射线，我说的是奶射线，是真正的奶射线啊，这个也是可以拿在手上的，甚至呢它的这个官配的一个说明书上面呢啊也是有好几张呢是以手上持枪的来做一个展示的啊。腰身的话可以转动，这一点相当之不赖，裙甲的话呢则是跟这个部件是完全连在一起的，那这个外摆内收，膝盖呢弯超过于90度，变形的时候呢是有所需要的，脚踝有一定的一个可动性，那么这个脚尖的话呢跟这个脚后跟的话都是可以再做调整，因此人物的站立性来讲呢可以说是达到一个非常高分的效果。虽然之后呢官方呢推出了这个 Earthrise 地球崛起或叫地出系列，但是那一款 Starscreen 的话呢我个人给的评价呢可能还不如这一款来的高啊，这个模具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而且好看。那我们的话呢就来进行一下它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变形过程吧啊。首先的话呢习惯把手臂呢给收进去啊，手臂收进去的时候呢拳头的话呢啊是要稍微转一个方向的啊，手臂稍微转一个方向，如果你觉得呢盖得不够漂亮就稍微转个方向啊，原则上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手拿，哎这样子是不是比较漂亮。手臂的话呢沿着这个方向一个双动关节把它给推进去啊，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这样收进去，然后呢这里稍微转动一下，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给收进去了。再来的话我们先把这个整个背包给解开啊，我习惯先解开背包，这个地方有一个凸跟到一个结合把它解开，两侧都有，稍微解开之后呢把这个两个部件往下面推一点点，那往上面提一些些啊，腾出一个比较大的空间，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进行一个腰部的一个转动啊，腰身做一个转动，这个部件的话这个时候就可以收起来了啊。那顺便提一下，这一块部件的一个打开跟扣起来的话呢啊，目前 SIGA 小队每一款成员的松紧度都不太一样，那么呢我是感觉红翼跟 Starscreen 的一个打开呢啊，等于说最早的两个版本呢打开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是最不顺的啊。那之后的 Thundercracker 跟 Skywarper 有稍微好一点，那这一款大概跟后面的两款差不多啊，这是给各位提一下啊，因为它是两个互相咬合的一个关节。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先进行一个头部的变形，头部的话呢这个地方啊我们把这个后面这里有个凸啊，跟后脑袋这个地方是其实是有一个缝在这里啊，我们是要把它给扣上去的，这里扣上，然后呢这个时候胸甲的部分呢必须先把胸甲给挑开来，胸甲挑开的话往上提一点点的情况下呢整个头呢才能够完美的收到内侧去，胸甲如果没有挑起来的话呢里头的空间呢是会被挤压到的，就无法完成一个比较漂亮的变形了。那么到这个阶段开始呢我们就给它进行腿部的变形了，腿部的话呢直接的呢把这个地方啊，这里是有一块这个凸要扣进这个缝里头去啊，就是有一点像是人家说的啊这个做瑜伽的一个感觉呢，把它给跪倒一样的感觉，跪倒可以啊，不要跪舔啊，我们人生不要做跪舔的动作啊，这样子。再来的话呢把这个手臂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侧边有两个洞，这里有两个凸啊，非常顺势的呢就把它给扣下来，就这里将它给转动一下，将它给扣下来，好，稍微的去压住它一下，然后去把它 match 一下，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部件呢往下面这里放下来，我们先把这个凸塞到这个缝的后面去，这里也是一样的，放下来之后呢这里面的话呢是这里有两个凸啊，对应边这里有两个洞，我们这样斜前方把它往前面推下来，然后呢就可以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密合了，把它给扣进去啊。其实平常不会听到，其实平常不会那么大声的，平常不会那么大声的，今天它可能比较舒服，就啊的一声比较大声。那最后的话就是把这块部件，先把这块部件挑开来往后面折下来之后，最后再把这个部件往上面提上来，那提上来之后呢它里头是有两侧啊，各有两个，各左右各一个洞啊，就是要扣这边这个凸，看到这里将它给扣上来。那本身的话呢这一块胸甲呢掉落的情况呢是比较没有那么明显，至少我掰到目前为止呢并没有掉下来啊，当然也有可能待会掰一掰就掉下来，那这个不要去妨碍到啊，这里将它给往上扣，好，往上给扣进去，两侧都给扣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个后面这个脚掌往上面推到底，
OK， 那么原则上来讲的话，它的变形已经算是完成了啊，这个 hard link 热连接的一个变形。那最后附带的这两个枪呢，你可以扣在这儿，也可以扣在这里。啊，我个人反而比较喜欢扣在这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扣在这里啊，感觉这样子好像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点。那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 hard link， 从一个紫色的一个机器人到一台，也是紫色的一个外星三角形战斗机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那么呢，花一点时间呢，把我手边的几个西格小队成员呢，给变形成外星载具的一个形象。那从最开始的这一款 Starscream 呢，我就给予他们非常高的评价啊。那么这一款的一个我们现在就直接来讨论这几个我手上这几个模具的毛病嘛。这一款的话呢，很多人抱怨说这块胸甲容易掉，但是我把玩的时候呢，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哦，可以说是这几款里头吧，我觉得算是质量来说应该可以排到至少第二吧。那我个人觉得呢，这几款里头把玩体验最好的呢是这一款 Thundercracker， 这一块部件的打开呢算是比较 OK 的，胸甲这个地方也从来没有掉下来过，而且它是目前网络上吧，应该单抽这一款应该是目前价格最低的啊。如果你只单纯想玩这个模具的话啊，这款 Thundercracker 我个人是比较推荐。那这个单抽的这款 Skywarp 的话呢，可以说是价格呢非常的昂贵啊。这个地方没有变好，把它给塞进去。这一款的话呢，毛病呢也不大，可能这一款这个地方打开的一个难易度呢还略逊于这一款 Thundercracker， 主要还是贵了啊。但是以配色来讲的话呢，这一款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包括它的一个战损啊，油这个脏污的部分来讲，这一款应该是最接近于真实的外星载具吧啊。讲到好像我看过外星载具一样啊，但是就是它比较像科幻电影里头一样，这种铁灰色啊，还有这些斑驳的这个感觉，我个人觉得是比较 OK 的。那把玩体验我觉得最差的呢，应该是这一款限定版的红翼啊。首先呢，它的这个部件的打开呢是这几款里头我觉得最难的一款，加上它身上的这个白色的漆啊，漆你可以看到这卡的都非常的厚，非常的不精细，身上的这些斑纹什么的话呢，处理来讲也不是说非常的好看，而且特别的感觉就是比较真的是比较脏污一点点啊，感觉就是一个比较失败的一个试作品的感觉啊。我个人就觉得呢是最不推荐你入这一款了啊。然后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一款这个 OK 黑死谋配色的这个 Hot Link 的话呢，表现来讲的话算是普通了啊，主要的还是卖它的一个涂装吧，这个渐层的一个紫色的感觉。本来以为呢会不会跟这一款这个 Skywarp 会不会很接近，但其实可以发现其实相差的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前面的这个尖锥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是有上银漆的，这一款的话只是用一个紫色的一个渐层的效果来做一个表现。整体来说的话呢，模具本身是很好玩的。那么这款特殊配色的话呢，当然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卖点，就是它的盒子的话呢非常的好看啊。收集盒子的话呢可能也是某些人的兴趣吧啊。我虽然不是盒控，但是呢玩具如果有包装盒呢，我很乐意的呢将它给留下来。那今天的话呢，就利用我这个一个休假礼拜六的一个上午呢，跟大家分享也算是对这一款围城从这个围城系列就推出的这一款 Starscream 的模子呢，然后又做一次小小的一个 review 啊，希望呢能够提供给各位在采购这个模具上的时候呢一个简单的帮助啊。如果只想玩模具的话，最推的还是入这一款啊。那今天就跟各位讲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